唐香龙，我是陈凤欣，欢迎收看《震惊龙凤配》。香龙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觉得对了，太好笑了。了我在<了>我在我在,我在看到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他在他在现在大家高度关注疫情的时候呢，他其实是一条小新闻，他并没有跟跟疫情直接相关。可是他他也可以让你看出来，就是说有一些人满脑袋的政治啊。 当大家呢正在疫情当中惊恐的时候呢，他却在做很多他政治扎根的工作。那这个叫做激进党的，我们刚刚讲就是他是民进党的尾巴党。那除了陈陈伯维之外，他没有他没有在台面上面呢可以真的上到台面的。他在高雄有几席，呃，高雄台南有几席市议员。对了，就市议员了，基本上面就是说，呃，也没有太亮的表现，所以呢，大家也都不认识。那当然。 他的他基本上跟跟跟三一八学运呢是有是有有同源性的，就跟时代力量，其实跟激进党基本上都跟三一八学运呢有有它的同源性，大家是同一挂，然后呢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就是说呢分分散做出来的好。那基建党干什么？因为我我在看到这条新闻之前的时候呢，我在上个礼拜、上上礼拜我就有一点纳闷，因为我注意到呢，就是说。 呃，因为现在现在很多的，因为小孩子都在家里面嘛，所以小孩子现在都是在网络上面上上课，几乎几乎都在网络上上上课。他反而让我们比较有机会看到孩子们网络上呈现了什么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平常平常因为他们在学校上课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嗯，平常学校上课的时候，他可还没有文章好做。但是因为就是现在小孩子每个人呢，都是一天要在呢一台 notebook 或者或者桌上电脑前面坐很久，所以呢，我们才知道小孩子他在看什么东西。嗯 前两个礼拜呢，大部分的这些孩孩子们呢，他们都可能看到了这条新闻，但不知道这条新闻是激进党来来的。那他那个标题呢，就是陈时中哽咽。呃。 你你看着像是一般一般的一些新闻，因为陈时中哽咽也不是第一次嘛，就是他是第二次，但上个礼拜嘛、啊，嗯、上个礼拜他就提到说有那个警察确诊，<對>他突然之间哽咽，哽咽完了之后，大家都没办法问他问题了。好吧，那我也我也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因为警察要做很多意调，然后要做很多去访查，包括路上的要要要去提醒，要去抓，要去开罚单，警察都站在第一线，真的很辛苦。他对小明那么冷血，<那>我实在不太相信他有什么。 温暖不，我还是相相信他的心、哦哦嗯、心是温温温暖的。我相信陈市忠是温暖，他的哽咽是发自内心，他绝对不是鳄鱼的眼泪。好，但是激进党在做的这件事事情呢，刚刚讲到就是说，其实激进党呢就开始去办网络征文比赛，因为现在孩子都在网络上，他就可以办网络征文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因为在家学学习，这个网络征文是办不起来。我觉得激进党是很厉害的。 他看准了孩子们现在都在家里面居家学习，而且他不是针对中高龄的孩孩子哦，他不是针对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他针对小学生。那真文这个就很可恶。题目是什么？题目呢？很简单，题目就就就就就,就是陈时中哽咽。那陈时中哽咽的这个就观影心得，就他把那那段的画面传传给你之后，那个标题就陈时忠哽咽，你就看到陈时中就就就突然讲讲不出话来。 然后他要小小朋友去看，看了之后呢，就发就抒发自己的心得。其实呢，那个那个征文比赛前面，他有一段诱导文文字了，就啊，你看这个，就我们的防疫值班多么的辛辛苦啊，然后呢，多么的伟大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支持他？你废话，小孩子才才念小学，看到这段文字了之后，他当然顺着你的，你的话讲。何况是办征办征文的会有人参加征文比赛，就跟你吐吗？不会嘛。 就算成年人也不会，小孩子更不会呀、啊！我难道来参加征文比赛，我还吐你？不会，那、啊、不喜欢的就不参加就是，是就不参加就是了。可是,可是用征文比赛，然后请大家多多肯定陈陈时中。 这个很很洗脑又很造神吧？就是你竟然会在这种时候啊，利用孩子们居家上课的时间去针对小孩子做洗脑。我认为很多父母亲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这件事情。我不是说你一定你一定的城市中呢有反感或者什么，我只是说，当一个政党在这个时刻，他想的是如何去扩大自己的基础，他在扎根到小孩子身上。 扎根到小小学生，等个十年，这些孩孩子都都都我的。这跟呢，民进党改课纲是一样的道理。我可以等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等个十年八年，孩子长大了之后，只要他有投票权，第一张票一定是我的。哦，天哪，这真是一个茉莉洗脑。然后这种的，这种的洗洗脑，你看他的他的脸脸书上面发起台湾金呐，台湾金呐，称台,台湾。 谢谢你，你们的汗水、泪水和汗水，我们都有看到。征文活动是它的活动的标题。台湾囡囡，台湾小孩子称称台湾，然后你们的泪水、汗水，我们都有看到。就是前面就是那个陈陈之中哽咽的影片，后面加上这段的文字。你认为孩子们要写些什么？ 所以你就看到孩子们不断的 for forward，我们要支持陈世忠，我们要支持陈陈世忠。你看到下面的孩子们在 IG 上面的流流话，大部分都是好可怕哦。大部分都都是，可是我就没有看到哪个政治人物去注意到这些事情。好，然后呢，他的奖品是什么？他,他的征征求呢是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哦。如果你今天征求的是高中大学的，我觉得勉强算了，因为他至少是有批判能力。 <对>好好好歹把这个事情的道理讲清楚，而且好好歹我们现在针对就是说呢，投投票权的下下放，准备下放到十八岁、十六岁。那你说高中、大学讲还勉强讲得通，你是针对小学生，小学生十二岁以下没有大人陪同，他连大部分电影都不能看的结果，你要去参加这个征文比赛，然后呢？ 他的他的里面说呢，<laughs> 所以你觉得那个陈时中哽咽那个影片其实是儿童不宜 <laughs>？我我认为儿童不宜啊，因为里面政治正确的味道太浓厚了。然后呢，他办这个办这种，他里面提到就是说，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，凡刚观看陈时中在记者会上那段影片，并写下心得感想，表达各行各业守护台湾的感谢。 只要参加活动，只要你有参加活动，就可以得到台湾激进口罩组，台湾激进党的口口罩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得奖，就你只要参加就有就有口口罩哦。如果你得奖，经过他和监护人同意之后，作品将放在激进党的粉丝专业公开，并可以获得台湾满福包。什么叫满福包？满福包里面包括台南党部守护台湾啤酒组。 这个是给爸爸妈妈喝的。小学生参加这玩比赛，小学生哎、欸，然后得啤酒，啤酒，你你怎么知道小孩子不会喝？好，他就说给给爸爸妈妈喝喝的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台湾激进口罩组还送你呢，拼死护台湾毛巾一条，还有台南地方特产。这样的新闻虽然现在大家关注疫情，懒得去理他，可是你就知道台湾的政客、台湾的政党真是可恶啊！在这个时候你在对孩子洗脑。